所以他内地的癌症有非常好的见证。我是都是对癌症病程，我在大概4个月前就参加这个几面，才4个月吧，不是很多年。所以呢，我参加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会去参加？因为第一，我听他们分享的时候呢，我就看到这个，他们有分享这个百利露出。 刚好那个时候呢，为什么我对这个百利露出，那么有好的印象呢？因为我妹妹今年的时候发现到她有了这个子宫癌，当她一个女人发现到一个有子宫癌的时候，整个人就崩溃了，很消极，开始每一天都是哭的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医生就劝她，你不能够再等了，你一定要开刀，你一定要动手术。 所以就这样，他就去动了手术。动了手术以后出来，就要做20次的那个电疗 chemo。当你在做 chemo 的时候，不管你好的细胞或者坏的细胞，全部都是杀光的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一个人本人好好的变成很脆弱，走路也不能够，坐骨也不能够，驾车也不能够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我就介绍了他这个百利露出呢。 这个瑞瑟，然后他当然也不敢吃，因为他怕嘛，每一天要吃那么多的药，所以我说你拿给你的医生看，可以不可以吃先？他就拿给他医生说，他医生一看到，哦，这个是瑞瑟，是反应露出，是抗癌症的，所以他说偶尔也有吃，所以但是我有从事过那些保健品的经验。 我知道，如果一下子叫他吃多多，肯定是不能够适应的，所以我就叫他慢一点，反正已经中了嘛，所以就是说，先叫他吃一包，一天吃一包，吃了1个礼拜，然后他每一天都排出那种黑黑的黑油啊，就好像水那么，那排出来哇，他说。 但是他也怕，我说不要紧，这个是好转反应来的，对你是好的，几天过后就没有了。哎，隔了过了1个星期，他说好，比较好了。然后说现在是时候了，开始2包，早上1包，晚上1包。啊，吃了，他我问他每2天，每2天我就打电话问他情况怎样，他就说 OK， 现在我比较没有那么脆弱了，可以，所以一些路我可以做一些家务了啊。 然后过了2个礼拜，我再问他怎么样了，他说现在好很多了。我说是时候了，3包。啊，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早上、中午、晚上3包。然后过了大概是2个礼拜以后，他就回去验血。验血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成绩出来是什么吗？他是从24那个这个 cancer 的指数，24高吗？很高，很危险的，所以。 但那个时候呢，医生也跟他说，做了这个手术，然后还有这个治疗药的时候，医生也叫他说，你不必住院了，你回家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不能够帮助你了，你自己保重了，你自己保重了，所以就没办法，他就回去了，我就开始叫他吃了这个呢，2个月半了。 8月尾吃到10月中的时候，验血出来的成绩从24跌落到多少呢？2.3。哇，好受伤！他整个人第一次啊，我看到他笑容每天都在他的嘴中，所以我看到这样的，我当然是我自己的妹妹了。如果我们的家人有这样的成绩，你说好不好？好。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，我就不等了，乖乖的去跟你的邻居、亲戚、朋友分享啊。